Hello， 家人们好，开饭啦！一顿不吃肉啊，浑身没劲儿。今天整两个下饭硬菜，东北老爷们没有不喜欢吃这个尖干豆腐的啊，但是我做这个啊，绝对头子。你做的东北老爷们更喜欢吃，里边放猪头肉，麻辣豆腐，嗯，哎，这玩意儿泡点饭，嘎嘎的，嗯。哎呀妈呀，这个玩意儿毛了！我一到吃饭时候，他们就梗梗梗出声了。哎呀，嗯，觉得哎呦我去，烫手，绝对下饭啊！专门说这个米啊，啥米？嗯，有没有卖的？这个米是三年了，嗯，这今年刚刚你不给你们带的，嗯，七色米啊，五谷杂粮，我今天配料表啊，配料表就是黑米、红糙米、糙米，绿荞麦、水糯米、燕麦米、紫米，啊，全都是粗粮，嗯，这个米啊，杂粮啊，你多吃啊，这是五谷杂粮，嗯，比如说检举的，那个。什么这血糖高的啊？你就吃它，包括现身的啊，吃它就完事了。现在是拿了几包这是？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啊？五包，三包19.9元，五包29.9元，还五包的家人们啊，小盒送小盒，挣俩，五包挣俩，三包挣一个。你把饭做好了，头天晚上把这个米呀、啊、给它泡上，家里面那个电饭锅带预约的吧？你就得预约早上3点4点啊，叫它熟就完事了。熟了以后，你白天上班了以后，哎，装上一小盒，或者你拿个小盒，那微也那微波炉啊，你就是往兜里边一放，中午一吃一盒米够了啊。你就是平时这个盒，你装啥都行，放冰箱里。健身的10个人啊，得有9个半都吃它的。对，没有不吃它的。以前没卖过，但我家就一直吃，一直吃，包括那黑米都是。拍五包吃家人们啊，去拍吧。